走了哈，声音啊，对，车上有声音，相聚了三天。不止啦，啊，不止了，这次好多天，五六天了，应该从头走好了，下次我再去。要给你老父亲做什么好吃的？稀饭红薯，他吃吧。这样的闺女你们见过吗？三年没见的父亲来给他吃稀饭，你说像话吗？很像话。你那是有想要行的行，我看我哥也没煮这家。那说稀饭就不来了。你外公说几天没喝稀饭了。哦，要说吃稀饭他们才来，你要大鱼大肉他就不来了啦。哦，你有大鱼大肉吗？我有猪蹄。我们昨天佛生日，然后外公还有爷爷奶奶，我们一块聚着吃了一顿饭。昨天晚上剩了很多大鱼大肉，故意吃腻了连着几天，所以想喝粥了。他们看来是老人家都好这一口。关关就帮我们的爹，喜欢就帮我们的妈呢妈呢。还见第一次药，没事，帮我写出去，帮我写，帮我写，帮我。爸爸你自己，你自己决定你要不要收，你自己不要。这你这娃彩不要了，不要，不要。今天不收。小小我不要，拿拿拿！你说吧，安排你收下吧。拿拿拿！这红包你外公是第一次见的宝宝，他要给他拿个包，说长得快快的。甜甜收起来吧，甜甜你收下吧，你收下吧。收下了，他还可那个啥了，还不说。那、你收下吧，你收下吧，没事啊。没事，你收下。妈妈说可以收，没关系。嗯，那就妈妈说可以说。我安排给你的，那你快快长大的红包好吗？这个是八宝饭，今年有余。对呀、看来挺好看的。妈妈已经给你放进去蒸啦，30分钟后你就能吃了，好不好？这是什么鱼啊？妈妈耶，是不是小了点？这是女儿的爱，这个独一无二。还攒了个带鱼啊，这个带鱼很漂亮。快点，我可以吃饭了是吧？马上，我在炒个青菜。这个青菜还是我自己种的哦。我老爸跟表哥去办事了，他饭菜凉了，给他放到加热板上面。虽然今天吃稀饭，但是也是六菜一汤。他们说还要10分钟是吧？忘了还有个八宝饭呢。八宝饭，六菜两汤。恒温到80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妈妈的药了。先听你讲，我到了。你都要冰水淋了哈。三四滴多。你来猜不？我丢。猜我药不？你也要喂？我喂。好了吧？好了。吃饭喽！今天安排了两桌，这边一大桌，那甜甜也是一桌。你厉害哦，一个人一桌。你吃的什么呀？八宝饭。你们老看太渣了，那不一样。俺不吃。你丢了？我真不想。没亏本呢，我过也不加嘛。我来给我们磨皮了啦，你在家不要紧。小时候爸妈照顾咱们，老了咱们来照顾他们。慢慢的，好多东西都咬不动了。是啊，他是补的呀。往那夹巴弄，如果夹紧了，妈再给，妈都夹死你。我给你剥一只。小妈妈，不客气，以后等爸爸妈妈老了，你剥给我们吃好不好？好。剥过水。你听吧。他就他们要回南宁了。啊，宝宝请害羞哎。哎呀，加我呀。哎，会稳一下，会稳，会稳。嗯。外公和大舅他们明天准备要回去南宁了。哎，我这是我红的哎。我男的红的呀。哎呀，你把我收了个啊，这包是我红的。哎呀，掉的没掉的，掉包。哎呀，掉了，掉了，修改，修改。你和我问他修改了哈。你可以啊，我那修起来了哈。再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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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再鬼子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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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天空还下着蒙蒙细雨，放假了，放假了，拜拜，拜拜，走了哈，声音啊，对，车上有声音，相聚了三天。
不止啦。啊，不止了，这次好多天。六天了。下次我再去吧。我也要去哦，可以，那咱们去啊。到时候咱一家人开车去，好不好？那么好，这么美。